青山 VIP 导游，你需要帮助吗？不，我没事。这样吧，你是导游，我们这儿也不熟，你就带着我们玩，然后顺便照顾一下我朋友吧。好吧。好啊，那走吧。那走啊。走啊，走，一起。 我帮你拍呀。哦，我们拍自拍吧。自拍？自拍哦。啊。你看，一二三。啊，好的。我可以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？你说啊。OK， 这是你有没有？啊，小企鹅！哎呦，刚刚那边的小可爱啊。 我在介绍啊，你要什么呢？在介绍什么？是介绍后面呢，啊，penguin。哎呀。
们现在就过去。OK。可以看到山，也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。对不起，刚才我的朋友有一点神经病。对不起。没事。我也有点恐高。恐高？哎呀！喂，好！我哎，你嘴巴蛮大的，好吧？哎，是啊，你看，很好看。对呀、啊，这张拍的蛮好的。对对对，这张蛮好、哎。希望你们今天玩的开心哦。开心啦、啊！谢谢你，海涛。我想跟你，我们一起拍张照吧，好吗？好。1、2、3啊，好了好啊，我发给你。好，谢谢。嗯，行啊，这个送给你。漂亮，哇，谢谢。它可以留在你身边，跟着你演唱。OK， 你看，甜蜜哦。来，我们走啊！啊，好了，拜拜。我在网上又认识一个帅哥，长得跟张孝全似的，你们过来陪我吧。那就海洋公园见了。